好 ，OK， 下一组又要来了。坐骑可以不要笑吗？好可怕啊！感觉超市拿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是说台湾那个布娃娃，这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有黑影闪进我的心房。今天晚上我会去找你的，来，我的名字叫倩倩。今天晚上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要去找你了。哇，讲给森达听的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下面一组厉害了，欢迎悄悄的玉婷。哎呦，悄悄有变白耶，白很多，白很多，这很努力耶，也是很灰耶，好灰，超灰，好灰，这个手臂是水泥色，掉一罐粉底的啦，掉到水泥里面，把它挖出来是，套滤镜，这也太灰了，兵马俑那种，没有开兵马俑，淡化开土，出土灰，对啊，来，准备好了，两位，三二一，请看。太行了，玉婷好像很适合哎。对啊，109啦，有有109啦，玉婷109啦呢。悄悄很像男扮女装哎。有有有，有仔戏，就是那种他没有钱付完全程手术，他先付一半，一半做一半。对啊，超奇怪啊，我不能变白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白一点不难看，其实白一点其实可以，有个歌仔戏的感觉。假如说一个男生变成女生来说，其实是不难看的，其实还可以，不难看的。但玉婷这个脸，她那个脸看起来像刚过的脸。对呀，你们泡澡完整个人，对呀，泡澡像泡完澡红了。哎，是每一次泡完澡之后，哎，差不多那个老保姆的脸色就是像这样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太奇怪了。而且我觉得玉婷皮肤的颜色涂得很性感，比较古铜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晒黑了，然后又再黑一点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哦，你自己也喜欢啊？本来就有晒黑哦，觉得有一种日本的感觉，也有109辣妹，真的涩谷辣妹，以前那个是最厉害的。哎，所以你会想要尝试晒黑一点，这样？对啊，再晒回来变白，黑白两军。白妹，欧美的白郎君啊，欧美的郎君，对，我想白就白，黑就黑。好 ，OK， 年轻就是你的本钱呐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谢谢两位。你们这好像三个阴间来的，好像哦。那我要当倩女幽魂那个小倩，不是已经关了吗？怎么还在？他们还不回不去了吗？索命三姐妹，好 ，OK， 男生要来写板。索命三姐妹，请问哪一位是黑白通吃两个肤色都好看？哇！大家都觉得谢志明最适合吧？为什么？潘老师，因为那自信就是美了，他是唯一一个改变完肤色之后，他的自信度跟他原本肤色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我觉得甚至把他的肤色改成绿色，他都 hold 得住。他可以挑战看看史瑞克绿。好，下次来挑战一下。但我觉得黑白皮肤，我觉得都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女生就是要喜欢自己，喜欢自己，对，喜欢自己。我小时候跟你说嘛。他叫拿蜡笔，我就觉得看得不顺眼啊！打他，对对对，打他，自己不会拿，开什么玩笑呀？对，现在不要拿蜡笔，拿蜡烛，对对对，当然当然，拿蜡烛滴你就可以，可以，鞭子打我，他为什么转那么快？什么问题？高兴接受。那我看他们画成这样，我其实很想问 Vincent 老师，因为像他们画那么厚那么白，然后。这样回家的时候卸妆到底要怎么办？因为像我可能来录影化一些妆，然后回去卸妆洗个脸，就可能又洗不干净，然后隔天就会开始可能长粉刺啊、长痘痘之类的啊。对，你鼻子上好像有一颗。对啊，我也好烦啊。没有卸，没有卸干净就怎么卸？皮肤状态变差，对不对？今天回去要卸，要怎么卸？今天回去要卸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卸的感觉。你们接下来要担心的事情来了，因为以前我们在模仿妆的时候，对，你有没有画成娜美人？还有我跟欣雅还有纳豆，哎呦，三个人画成那蓝色的，对，哇塞，卸妆卸了半天，已经卸一整个晚上，还是蓝色。然后你过卸完妆之后的两个礼拜，你洗澡的时候水流下来多少？还是蓝色，毛孔吸收哦，太
有一些残迹啊，是深入到你的吃到那个皮肤的那个细节细节里面都有了，那个指甲缝里面，哇，那我洗变白水，那怎么办？该逼缝，该逼缝，但是没想到没有画到该逼缝，也是，我们没有画到该逼，谁会涂到那啦？有，那时候为了专业，就是全身屁缝的屁缝，对啊，要拿那个笔刷中间这样涂。当然啦，不管这个肤色是黑是白，要健康最重要。对，现在也是。你不要说什么啊，因为为了要白，然后做一堆事情，然后把自己搞得身体不太好，这样不行。没错。但是其实演员这样涂黑黑的，感觉好像身体不太好。肝有问题。你可以讲一下，你如果你今天回家好像可能没有钱吃饭了，跟哪里挖宝鸡架不？你哪里挖宝鸡架？细说台湾，可怜说台湾啊！新的戏路，戏很好，哎，新戏路啊！他在苦海女神龙了，对啊，对了，就拍个戏，说明你下一次你就入围了呢。真的吗？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？不是比较好看，不是新的，比较有喜感的，比较有喜感。啊，蒋蒋是觉得自己还是黑黑的好看吗？都其实都好看，我觉得白的也好看，白的也好看，有变高级。因为他本身屁老黑也高级，好吧？讲出来容易啊。比较低级的意思。黑的高级，我跟你说，是妈妈长赚的更多，白的做小姐。你黑就是酒店高级的那种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管黑或白，我都做高档酒店的，好吗？我会做其他酒店，我是做高档级的妈妈长跟高档级的小姐，好不好？来跟着镜头说。你很高级，我是 high class 的。今天我们的换肤大赛成功，谢谢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